爸爸，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测量数据，一共是10:44做完的。那行，那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自己一个人在家竟然做了一张卷子，去拿了红笔拿过来。啊，这有，我们来看看，下面图形哪个是圆柱？对，哪个滚得最快？对，哪个搭得最稳？对。我本来是把这个存起来的，然后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哎，这些都是长方体，就这个不是，这个是。这个圆柱切一半还是什么？圆柱。嗯，是的，这个只要这里加一个，这里加一个就行了。嗯，今天只得了90分，哎，好难过啊。再接再厉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这个地方错了，这个地方应该填的是体，张世尧看了这个还以为这个填的是长方形，你还要填长方体知道吗？嗯，好，这么好的天气带你出去转一转吧。 Yes， 出去换衣服。好的。我们出发吧，好久不能骑车，我们走吧。先去便利店买一点点零食吃的。他是要这里面有汉堡包，这个汉堡包。嗯，我爱吃汉堡。我要拿个这个酸的。我能选一个。可以。不用我就选啊。嗯。这有活动，10块钱3瓶。在咱们这会儿就拿点有优惠的。奥良鸡肉包和一个奥良香肠卷，我爱吃奥良。同香皮糖。这种毛毛虫，蚯蚓糖。对，蚯蚓糖。买的挺多的。吃的满满的了，走，我们继续出发。爸爸，别那么快。是你太慢了。是你太快，好不好？你这都卷不了肥。漂亮吗？漂亮，有点超过。干啥的肥应该是。好啊，图书馆可以看书，还可以吃东西。Hello， 哇塞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有彩虹。对，有彩虹，看见彩虹了吗？就是这个不是彩虹，这个是彩虹瀑布。嗯，看吧。行，你快下来，我们在这里野餐。我包包里的食物说，快点吃掉我吧，快点吃掉我吧。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石头，对，可别被今天这个阳光明媚给欺骗了。对，还是非常冷的。对，风可大了。对，还挺热乎的。这是两个包子，还有两个汉堡。嗯，买的超，但是还是风太大。这么多东西够我们吃了。够了。嗯，我买了一个白桃味的，我买了一个这个是柠檬味的。先吃一个这个汉堡包。我先吃这个开胃小菜。6块钱的一个汉堡包，不知道什么样子的。嗯，我这里有一个奥良鸡肉堡，这个奥良鸡肉卷给你。我吃一口啊。好啊。你那是什么味的包子？嗯。哇，奥良鸡肉味的包子啊。嗯。嗯，谢谢。这个包子多少钱？3块钱，3.5块。差不多了，3块。这个是香肠，香肠面包。嗯、啊，不是香肠肉包。香，我也不知道香肠卷。啊，香肠卷。吃香肠，不好吃啊？好吃。不好吃，你给我吃。给你留的。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特价面包。对，原价是5块钱，现在2块钱。对。因为今天晚上要过期。嗯。没想到。有花，嗯，没错了，就这么小一个袋子，只能装了一个。这是6块钱的一个汉堡，嗯，里面酱子肉也不辣，不辣。你这个是趁机作恶啊！拿去扔掉。好的。
鱼啊。有鱼吗？有吗？我想喂鱼。鱼？那把我们的干吃面拿出来。行，给我拿点，给他们喂喂点面，把我吃。吃了吗？有些鱼就捡漏了。对，我们来博物馆了。我们刚进去就出来了，因为爸爸身上还有那个事情要办。对，我们有工作回去。嗯，下个礼拜再带你来，行吗？好啊。嗯，好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